大家好，就是我一个莱阳的，对，山啊，东莱莱阳阳。府的啊，那个姓隋，跟着我可能有半年了吧，那不止，那就差不多，马上就到一年了。马上就一哎，年马上了，到一年了。反正活儿啊，他拍了也不少视频，做的确实也算不次。这一茬子呢，我是说嘛呢，自己，带好的木匠，你不会做工具也不行。这个我那天跟他说了说呢，倒是挺听话，就是没事自己啊。做点工具玩儿，所以说你看看他做的工具，我呢就拿了这一部分铁力木的刨子，铁力木的，叫他做了刨，借的东西都他做的，包括连锯末的。你将来你不会做工具，你回家也是问题。所以说他的思路倒是挺好的，自己学会了做工具呢，到家就省点劲。好，你自己说说做刨的意思吧。大家好，嗯。我在师傅这行学活儿将近快一年了，师傅对我是倾囊相授的教，一点毫无保留。然后呢，师傅教给我做的这些工具，这是一个对缝的大刨子，这是一个刨荒料的这个二手，二虎头，这是一个最后废线用的那个去线用的那个净刨子，这是一个采口刨子。这是燕尾刨子，这也是采口跟燕尾，这是一组，这是个单线，单线刨子。这呢，这是一个单线的这个半成品，我只是把这个出料这个口给做好，我还没投这个装刃子的地方。这是一个槽刨子，这都是师傅给弄的顶级的那个铁梨木这个料，这料做出来可漂亮了，这个料。还有这个个锯，都是还有锯，这锯大锯小锯，对，都是做的。这个刨子我是做的将就吧，跟师傅的他们做的那没法比，但是师傅把这个做刨子这窍门呢，全部教给了我。这个刨子看似简单，但它实际上呢，做起来呢，它里边的窍门跟这个技巧太多太多了，要想做好这个刨子还真是不太容易，对吧？万一是师傅教的好还行啊，呢？反正你要是教笨的，你怎么教他也不见得会。你刮一下，这到时候看看你行，做的刨子。我给大家演示一下，献献丑。这是对缝的大刨子。行，反正看看。好，这个刨子。你看着他劲儿大呀，其实我这个徒弟应该来刮刮。其实咱这基本功啊，在这刮个净刨子，不是说太忙，做活行，因为他原先就是在翻砂呀、做木型啊，这个都行，做这个活儿一年多还也行。木头有点粘，反正这两天下雨，天有点潮，对，行，我啊，给大家演示采一口个啊，采口刨子，看这小花的都是小转圈的，这就是采口刨子出来的花，对，再来一个，这声音还就还行。行，保证贴的实，你要贴不实出不来。这是一个做燕尾的，这个刃子有点小。那个，它就是个燕尾的，对，这个刮完了是个燕尾槽，这是一斜，道，这个燕尾槽出来它是个斜的。对，你拿一下大线清一下这口，反正应该它做的刨子，看它留神手啊，我再用柴火我把它。对，把它拆平了。这木头粘一下。黏黏糊糊的，天天下雨的，
他先去炒。其实刨子啊，它就算行。刨子做的，实际上我都试过了，应该不算次，但是它用时候它不太舒服。对。行，然后炒包子，你再试试炒包子，都能使唤，不是说松，它这个包子，你要打个炒嘛的都行，因为锯啊嘛的，已经挑到，就说到顶级了吧？你看这小包子，顶炒包子啊，就算行，就算行，八个的炒。对，就是行，啊，你看看，哪有空空的？你看看那小锯，他这锯做的，我跟你说，哪个锯都是顶级的，发的现在都到位了，啊，这个锯，啊，你看看，对，你这伸你手里那帽子，那对，拉你。反正拉的不算直，其实啊，他做的刨子，这些刨子我都试过，他就是刮子，他吃力是慢的，他不能会刮。这刨子，你他做的刨子，因为我试过，我要没试过，我不敢说。人家试的老生，看这刨子，多硬的，看看，他刮就刮了，他就费劲。是因为他不怎么会刮，你看这个刮，对他不怎么会刮，这刨多硬看。还就算行吧，大锯小锯，你看他做这个，你看烙个把子，你看拉出来的小印儿，哎，哪个东西让做完了，我都哪块给他试试，看看这个东西行不行？你看多细的，他做这小齿儿，啊，好像比那个小明那个名的齿儿还少，这一公分，得几个？得四个可能，嗯，这个就大点儿，这个还小点儿。嗯，反正应该的，我这徒弟应该干活，应该还行。干活慢呢，慢吧，快不算快。你刚学活哪有那么快的？好，这个活应该就不错。反正做嘛工具嘛的，其实就是要说一点，就是木工这东西，就是你要不会得了工具，你就是八级木工也没戏。我说是嘛意思？你总归，你说你这个刨子坏了，或者是扎折了，或者太阳底一再一晒变形了，你说你不会修它，能不干活？这个锯这个东西，你老使唤不发呀？你不能给日本的三本树那个锯它不好发，咱也再不会玩它。这个锯一颗锹就使用几十年，你用完了就发。发完了再使唤就新的，就来回就折的。这个人发锯发的老硬开了，这小锯我看你看帽子就粘手，绝对老快的，因为他自己做的工具啊，还就算是自己挺顶大的，因为他说你准备干这行，你不把工具使透了，你这活没法去，对吧？对跟大伙儿再打个招呼，好吗？谢谢大家。